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一个有品味的男人，从他身上的行头就可以看出端倪。今晚国光就请来三位男艺人以及一位时尚穿搭大师，来看看这些艺人身穿自己搭配的春装及配件，究竟艺人们的穿着会被造型师认同还是否定呢？雅痞风型男洪都拉斯，新生代偶像型男林夕阳，婚丧喜庆都穿这套白云，时尚界大师林国基，春季时尚穿搭流行趋势抢先看。流行人，大家好。嘿，今天很奇怪哦，今天很奇怪。然后现场有红布，嘿，那这个里面是吸血鬼。你要练习那个婚礼台步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不是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这个不用。我们今天呢，好像有一个要走秀的一个感觉。好，首先欢迎我们国光秘书团。请问一下，这一招是什么？臭还是臭还是很厉害的？哦，很厉害。哦，今天你不一样哎，不是不是，你来对，你搞那么大包干什么？没有，还好啦。你不能调整一下再出来吗？是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最帅，年轻十岁，真的真的吗？真的真的真的。哎呦，但是要挺胸。对 ，OK。下次我上节目可以这样试试看。不用不用，棒球棍再走一遍。对，预备，预备，去，帅的哦，帅的，帅，再帅，不缺啊，不缺啊。OK， 好，今天呢，当然我们特别来宾不得了了啊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？男艺人时尚穿搭术春季限定版。哎呦，这个春季限定版，看到我们那个林国基老师就知道了。林国基老师今天要给我们技术指导。好，我今天是特别，但是我刚刚看了屈哥那个样子，其实他这一套真的不错，他是现在我看到最流行那种压店老板的制服。压店老板也很屌。因为太自私了吧？啊，怎么了？开压店不知道偷吃。好，今天我们又来参加了我们那个特别来宾男生，听说很帅，来欢迎第一位特别来宾洪先生杜拉斯。眼神杀死了所有的女性观众，有吗？有，60岁以上。我也不
得这个节目真的是竭心尽力啊，真的是。主要是你变了，变了哈。你老婆会不会担心呢？会。对啊，穿这样出门，她会说你别去躲。没，这是她帮我打扮的，但她不会担心。我觉得还好哎。那你穿那么帅干嘛？没有，主要是要扳回一城啊，之前都是因为之前在谐星的角色出现的，也没有说谐星，是你们把我定位成谐星了。哪有？打没？我每次上你们节目，我觉得你是最潮的谐星，真的哦。嗯，对。这是一种赞美，真的真的。你妥协也太快了吧？不是要生气最潮，马上就好了。对，我们喜欢听好话。好，今天这个打扮，今天这件打扮真不简单。来，跟我们解说一下。这整身呢都是来自意大利米兰的 Clan 的一个非常高知名度的新趋势，新趋势。没有，因为 Clan 大家没听过哦， Clan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厂牌。是啊，对对对，坐落于这个干净的，坐落于巴德路三段，这是个巴德路三段。米兰有巴德路啊？不是啊，他的那个专柜，专柜啦。所以他的英文名叫 Clan。Calendar，Calendar，我以为是干净的。Calendar，Calendar，OK，OK。你这都不给我了，你这个要这样，你这个怎么可以扣那么高啊？你有一个重点在这里，你要展现出来嘛，对吧？不是，因为我上次把领子转，因为领子不要翻，我上次把领子翻出来，不要翻，今天不要翻了，这样就好，扣子打开一个就好了。有没有？哇塞，再走一次，我想。你现在重点是这个，这个让你又更加的有信心。哇塞！故意不系皮带，要瘦了，最近瘦了，最近瘦了，预备，来 ，music。哦哇哇，不一样，表现出项链啊。今天的重点其实是亮晶晶，你看从这里啊，胸花。对，其实我这个胸针啊，嗯，我就每次都会上节目的时候都会记得要戴，那搭配的都不一样。对对对，哦，因为我觉得一个衣服，因为它本来很素色的，还是要把它搭配一点花，有亮的。你看像我们林国基老师，我那种花都戴的，真的，好像也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觉得要搭上去，就表示说你有用心。对啊，对，看那一点是不是？不一样，对啊，而且你看有没有，像这个，他专门对位，对林国基老师的位，你们看一下林国基老师手上的，哇塞，哇塞，你那是通通肿起来，今天是我录影以来最低调的一次，因为平常都十个戒指，今天有少了一点。对，林国基老师是不戴戒指，他不能出门。OK， 老师，请给我们评语一下今天的打扮，你觉得？其实今天洪哥今天走秀的态度简直太完美了，他整个表现都很好，可是呢，他全身上下。完全都不对劲，我发现洪哥的五十肩非常严重，我可以介绍你去矫正一下，真的非常严重。哎，你要知道，一般的人走秀都是有他的 tempo 一个 course。我们这样讲啊，从头从头开始。好，其实因为他姿态有一点过头了，不过他今天态度是真的不错。你不觉得那个姿态过头是为了效果吗？我平常走路当然不会笑。先听人讲完。我在矫正他了，我觉得。像他全身让他讲完，好穿这么时髦的东西，然后配一双这样的球鞋，你会觉得这双球鞋应该是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搭配。嘿，那整个搭配跟你的衣服完全不搭。那好，那他发型呢？那我会觉得他的发型那个导播给我一个特写来，这里这边还有胶，怎么会胶干的在一边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太多了啊！头皮屑过多。那这个发型是我爸爸在25年前呢、啊。你爸爸？他也曾经流行过这样的造型，但是这样造型说实在的，现在是有一点点不是过时了。哎，导播在以前的浪子，再 take 一下浪子的那种。他这个像什么？你知道？这很有型呢。你这好像被人家吐痰然后干了。没有，你不要注意那个，其实整体的造型，我觉得很像。视觉系的艺人，视觉系的艺人，知道吗？其实什么叫视觉系的艺人？就是看不见你那个。不是，对啦，你懂我。觉得他很帅的，请举手。后面女生，我跟你讲，只有这个鞋子后面会更丑哦。胸针而已。胸针。很喜欢胸针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衣服呢？是不是要去演个
manga 之类的。台湾风味，胸台湾风味，其实我这个蛮喜欢 manga 呢，这样子的平底我蛮喜欢。这不是时尚穿搭吗？他有没有听过？我跟他。你拉倒！不要啦！人家都已经他不喜欢 manga 的样子，能不能帮他这个？哎，冰冷偶像。真的有啊，有有有有有。好，来两个，两个走走一起，因为我跟他走啊 ，music。你要不是啦，因为他那个地毯就这么小，怎么两个走上去啊？走边缘可以啦。对，他说两个走边缘是勾的嘛？对啊，勾的就可以了，搭不搭？不搭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搭了。后来啦，勾勾搭了，红哥，来，就装一下，开始，勾紧一点。唯一可惜就是鞋子了哈，鞋子吗？还有它其实它整个穿起来像那样的外套，然后又搭配那种戒指，你看这种戒指只有命理老师才会戴的，就整个组合起来是还蛮矛盾的，是冲突性蛮大。你这个像阿翁之吗？你这个像阿翁之乡，然后跑趴。是啊，这是阿翁之家戴的那一个没有错。对，就是阿翁之乡，然后跑趴。是哦，嗯，哦，我还真的又比较不会穿衣服了。整体这么屌，被这个破坏，以后要牺牲掉这个，偶尔不要。这个还有鞋子，还有鞋子，鞋子要换。这边看到没有？曲哥这个就屌，我觉得我是大概不会穿这种鞋子。为什么？不会卡着。对啊，那我觉得这种又很难配裤子，不是吗？没有。好了，那这样好了，你走在路上，你看到男生像曲哥这样穿，你会不会后面会讲什么？因为跟他不熟嘛。如果是一般的朋友，突然穿这样子，我就还点他。对，不顺眼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人家会讲你 manga 是没错的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流行嘛，欢迎来真正的帅哥林夕阳。林国基评论服装，艺人们生气啦！因为白云穿了以后，他们明天开始撤柜。真的要说实话，这双鞋我真的要告诉大家，上个礼拜我到第二殡仪馆，那个礼仪师就是穿这种鞋子。其实如果我们要知道今年最难看、最配流行的颜色，我们只要请他们两个站在一起，就可以知道今年的最难看颜色都在他们身上。你这个方面的想法是谁告诉你？国光帮忙。二十八，我看起来像23岁哦。对啊，这么年轻哈。对啊，你这个脸一点那个都没有啊，都没有，完美无瑕的粉刺都没有，而且脸皮肤很好哎，还好啦。他脸看起来好腼腆哦。哎，好好，看起来好吃。是店里的员工啊？啊，我店里的员工。哎，怎么样，康哥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不错哎，他听说他出片哎。哇，见面了，哎呦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其实是给我介绍的。哦，我的专辑在20号发行了，2月14号，哎呦，现在情人节，对，这个一个月的杨哥，哎，谢谢，那个孙鹏哥，哎，徐哥，谢谢，对，谢谢，希望你们窗帘呢，对，主打。对，这个窗帘其实是一部网络偶像剧，嗯，那这里面的音乐全部都是这个网络偶像剧的配乐，哦，主题曲《英国冬天不下雨》。对，我们想要问他，就是喜欢我们五个哪一种类型？因为我们五个都不一样类型。不要吐，千万不要吐，不要吐。你喜欢哪一个？你先告诉我，随便。你喜欢哪一类型的？哈，林国基。我喜欢他现在伟伟啦，他眼睛有看着伟伟啊。伟伟没有，伟看起来穿绿衣服那一位吗？绿色上衣的这个。OK， 来伟来伟伟，我也喜欢伟伟啊。好了好了，关我屁事啊！有点太厌感了，不要这样子嘛。伟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很帅。你不要每次看到帅就是我很揍你啊！你会不会喜欢像这样的型男？你会不会喜欢？你会不会很喜欢？也很喜欢。好，来抱一下，来抱一下。一起走个秀，他们衣服也好搭哦。我为什么觉得我每次来命都很好？对不对？来抱一下，来抱一下。客人会生气。
好笑，抱一抱就叫命好。高友伦他喜欢你是骗的，真的。你看这一次有可能被甩掉都有可能。好，今天很开心哦。要不要哭？都最好的，对。啊，好幸运。好，亲一下，亲一下，那亲一下，亲一下。出片怎么可以让人家牺牲？真的，而且不用你享福啊，要也是你什么？你别再来，头发太长。好，来，先请坐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厉害了，我告诉你，厉害。这个出来，我跟你讲，大家 get 到，欢迎，欢迎，北地不是北云，北魂肉 ，music。拍在头发后面特写，哇！这是哪一招？你是火焰头哎！头在看上面，有层次哎！这是什么？哎，白云哥，你肩膀那只鸟怎么死掉？对羽毛而已。人家这边是一只鸟，人家怎么样？是一只鸟。哎，对，你为什么是一只？叫马吗？没有，因为本来是一只斑鸠啦，然后后来因为大家肚子饿，就把它烤掉了。你饿吧？没有啦，因为人家用过啦。今天这一套给我们讲一下重点，这个厉害。这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他算是意大利一个时尚大师，叫做 Dolce Gabbana， 还有那丢这嘞，Dolce Gabbana， 哦，他叫做 B N Q， 不 B N Q。这个牌子，因为白云穿了以后，他们明天开始撤柜。不是 BNG 啊 ，DNG 啊，是 DNG， 对的。Gabbana 丢啊，啊是 DNG， 对啊，是 DNG 啊，我 DNG， 没有，我刚才说 BNQ 啦。特利乌，特利乌买的有时候要修缮，找错了啦。真的要说实话，这双鞋我真的要告诉大家，上个礼拜我到第二殡仪馆，那个礼仪师就是穿这种鞋子，真是的。你这样搭奇怪，好好的衣服搭在你身上就这么奇怪。我们刚好有这方面的副业啊，穿什么袜子好吧？好，白袜。明白运动鞋的，路边摊的有没有？路边摊的有没有？对啊，没盖着嘛，看不到嘛。那你这套衣服你都是穿过很多洗？喜事，对，因为这一套我们到现在我只有穿第三次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这个走台很远吗？怎么说？你在传什么？我是在呼吸，好大声哦！我是在呼吸，我呼吸，他就觉得是传的啦，好大声又掉。因为你知道嘛，我有开那个进口车嘛，排气量比较大，当然声音就比较大嘛，对不对？而且白云哥，我觉得因为你已经够胖了，然后这一件还有点反光，看起来更胖。而且这样腿穿就是这样穿，腿看起来超短，就是又矮又短又胖。哇，一个鬼都得。他们为什么穿西装那个里面衬衫都流行不着？而且为什么衣服要反折？袖口要反折？他这样穿是邋遢到极点啊！那其实像这样穿的，我觉得下一次有婚礼，千万不要邀请他，不是离婚就是下场非常凄凉，新娘会跑掉。哎，你真的啊？新娘因为喜欢我的造型吗？不能这样想啊！真的是。哦，找不到腰的。哦，皮带爆哦，可以了。哎呦，哦，不是丢缝的哈，内裤还有皮带哦。同色哦，你那款是上花牌的，上花牌的，哎，不错，内裤，我跟你讲，男人啊，男人真的注意，有时候穿衣服内裤还真的要一起配，你看它这个颜色什么，如果露出来不会觉得突兀。而且你看下面还是什么红色系，对，是这两年特别流行这样穿，对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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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看洪都拉斯内裤什么，对对，下一次想穿什么，不要这样子。你的拍摄很大胆哦，对啊，拍摄很大胆，不要了，不要那个雅琪，等一下，我们想说看内裤啦。
我们对你不要，那你要偶像舞的哪一个？秘书团要看了，秘书团了，来，我们自己看一下。啊，就是跟外面的衣服是一样的啦，哪里一样？你不要拉那么下来啦！我看到超大有一次，对啊，是一样的啊，一这样这个一还不错哎，不错啊，好了，你们顶住我啦！你讲脚没断掉，那就是打算踩到啊！今天最厉害是邱永恒来，邱永恒看这个，现在不是打篮球了，这样这个快一点，这个街头靓走秀。配的乱七八糟的吧？哦，你看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那我还可以。对对对，你。可以好，他怎么样过？哎，你没有猜了，五啦。基本上有打领带就不用这种配件了。对，因为它这个是最懒惰的搭配法，都是同色调啊，整个搭配一点特色几乎都看不到这个人存在了。啊，其实如果我们要知道今年最难看、最退流行的颜色，我们只要请他们两个站在一起，就可以知道今年的最难看颜色都在他们身上。你这个方面的想法是谁告诉你的？来宾时尚走秀，白云批助理太不露。没有专业的。其实你要是去真的参加公祭的话，这样太暴露了，真的不能这样，因为你们的色系太黑暗了。哎，他这样送果呢，不会，哦，这不行啊，那个太暴露了啦，太轻了，躺在后面那个都爬出。国光帮忙。下面的镜头呢，会很血腥，请以马赛克处理。设计还蛮合的哦，穿他怎么跟我穿一样的颜色？我也没懂为什么。没有，制作单位传说啊，你们是同一家礼仪公司哦。那是个灵犀，我看他怎么穿跟我一样。对了，这主祭这陪祭。你来打你嘞？我来打主那个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真的是因为我们林国基真的是时尚大师。是。那他用这样子的说法，比方说今年的颜色可能流行的到底是什么？上香。如果你们怕穿衣服出错，你们就看他们身上穿的。你如果他们这样穿，你就千万不要这样穿，就不会出错。感谢你提供这条无路啊！完全不了解他自己，所以呢，整个的穿着都是非常糟糕。那你很了解我自己吗？我几年次的了解我自己？了解，星座你知道吗？没有呀，不知道。那他说我不了解我自己，对不对？哎，
我们去。那挑两句话。我是他了。我们中间的帅哥。我觉得中间的帅哥，我觉得他真的人长得很帅，身材又好，可是他穿的倒是蛮像歌迷的。嗯，歌迷。我觉得整个感觉起来像追星族啦，倒是明星的架势可以在衣服上再强调。其实要再华丽一点。可是如果这样子哈，在一堆签唱会里面，所有歌迷都说：“哎，歌手在那边。”老师，可是我是站台上，好，就歌迷站台上，他以为是工作人员。没有，老师的意思是说，其实你可以站起来就跟老师顶嘴。华丽一点，说真的啦，其实他可以尝试鲜艳的颜色，因为其实新人呢，这样是这样推出来讲是比较安全。我要奉劝这个新人，就是以后离白云哥跟洪敦老师远一点，要不然你的品味也会被他们影响。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跟他碰面，好不好？我的想法跟你相反，他反而应该常常跟他们坐在他们两个中间，他就很跳了，最屌的，多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夕阳。对。哎，怎样？不好意思，因为刚好你们出来的时候都有设计跟一个走啊，啊，我都没有想要。你刚不是有走吗？没，我自己一个人走，很孤单。哦，那你选，你选洪都拉选。啊，林国基老师。所以花俏的身衣服来，小披萨，因为国际老师说我的太素了，好不好？装里面，预备，哎，太好笑，预备，啊，这样痛快 ，music。迷死的状况，来选的是谁？那个雨是小雨，小雨啊，小雨，小雨不错，小雨是你的菜，从里面，从里面，他抱得动我吗？好，预备，这样叫的，好 ，music， 电死他，哇，电电电，哇。出现的话，你会觉得他们是谁？中二啊！不习惯啊，因为很少这样有这种机会可以挽着女孩子走，所以有点害怕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要不要走一个？那就，我靠，你真想，那就有个臭头了，轻柔一点啊，六队，轻柔一点，轻柔。两个刚才这样走哈，其实你要是去真的参加公祭的话，这样太暴露了，衣服太暴露了，真的不能这样，因为你们的色系太黑暗了啦。哎，他这样送果呢，不会哦，这不行啦，那个太暴露了啦，太逊了，挡在后面那个都爬出来了，你吓死我了。暴露了，参加晚宴可
可以了，晚宴可以，漂亮。先请国际老师告诉我们，今年春季哈，大概流行的重点是什么？今年整个春夏呢，都流行五彩缤纷的颜色。那这个整个流行呢，你一定要在身上一定要有一个色彩出现，这样才会符合流行趋势。当然，你不要穿一双非常无聊的鞋子，你一定要让它亮，一定要更亮。哪种鞋子穿起来会很有聊？像这种，像比较活泼一点就对。那这个就叫无聊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看看老师戴这一双，你看看，哇塞，哇靠，是不是？所以看起来很好用，贴人，对不对？这贴人还有还受得了吗？对不对？最起码要像我们这种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平常我们都是隐藏起来的。哎，那我这种还可以吧？这个还可以，不错，有亮度的都可以。对，有亮度的亮哦。哎，有点脏了，不过。你可以再吸亮一点。我跟你讲，不一定说亮就好看，真的。我们看一下白云那个，你头那么亮干嘛？你宪兵啊你！出来也装点过了。对啊，你出来还给我插头。他那个亮是用喷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白云是你自己喷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买来就这样。因为他那个叫塑胶亮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塑胶亮，一喷上就亮。对，一喷上每个喷上去那不是假的，不能击中到夸大。对对对，夸大成喷的。其实要穿这样的鞋，干脆你就赤脚走路。他这个等于是抛弃式的，真的不好看。对，赤脚也不好看啊，哎。就查就查呗，我不要这个，我不会，你说我穿，我不会。好了，来，老师这摆够没位啊，我来掉新杯，我不会。OK， 来 ，OK， 今天呢，我们还是要请那个国际老师呢，要拯救他们了。首先，洪都拉斯请起立，来现场脱光给大家看。要帮他配一套衣服，就像他穿这种都非常廉价的布料，我们一定要给他一点质感的东西。是是是，来，我们今天我来帮他教育一下。你这跟我们来历是一样的嘞。哦，你这个。现在只有兽医才会用的，因为好烧又不粘肉。哎，喂！我们给他一点质感，有一句好话。配色大胆哦。对，我们要给他一点颜色，给他扣一下，就这样的吗？哎，我这一辈子就很少穿这么鲜艳的桃红哎，对啊，桃红，试试看。那这个这个要不要把？要不要扎进去？你看人家这样裤子跟你裤子差多少？来，我们给他多漂亮啊！你看，哇塞，我们挑这样的裤子，他帮他搭配。哎哎，好亮哦！鞋子，对，鞋子这么贵呢？干嘛呀？这贵呀！鞋子穿什么？这样电脑，那整个质感，那我们鞋子在那边有帮他搭配一双。这双吗？对，哎呦呦！好，我们就给他配，你看。质感多好，嘿，我们整个亮度也有，颜色也有。这双需不需要配件？非常好看，对，这双鞋非常好看。老师，需不需要配件？哎，我们等一下配件还是要有。当然呢，因为他其实平常都太穷了，觉得我们要给他搭配一个好的。我拿那个包包哦。对。我靠，这没办法想象。你先告诉我们这个，这是什么包？这个是一个蟒蛇皮的包包，这个是一个包，这个包包大概20万。你们稍微把场面再撑一下，我是。林国基时尚搭配，白云不开心开扁啦，他就很容易配了啊！帮我去把那个地毯布，那个不是啊，那个什么。天蓬大元帅那一套吗？古装的，古装，古装的配色是最好的，因为它不太适合穿这种有光泽度的东西，会让它油滋滋的感觉。哦，那其实我们让它整个缓和一下，还有它脸带了满脸的杀气，其实配那个胸针不太适合，所以我你快给它开完。国光帮忙。那我们这个年轻人，哦，年轻人，我觉得他这样色调是真的要亮一点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帮他挑选一些有色彩的东西。哎呦，对，这个都今年很流行的款，那个防水的哦，这件防水的哦，真好看。哇塞，哇，还这种颜色的，谁受得了啊？对，我们顺便帮他搭配一个裤子，让他是有颜色的感觉。来，哎呦，他要穿的是那裤子，这个，还有你的腰带，哇，你这个腰带黄色的，哇，我靠。老师，哇，这么猛烈的配方，哎呦，你不得了，真的假的？搭配一双鞋子，我就这双。我靠，哇塞，哇，我靠，所有的彩虹先生，彩虹先生都在他身上。OK， 好，来，是是是，来去换，来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？那个我们这个，哎，他就很容易配了啊。帮我去把那个地毯布，那个不是啊，那个什么。
天蓬大元帅那一套嘛。古装的，古装啊，古装的配色是最好的。这白云他条件比较好，比较难配哈。对对对，比较不好配。你要一一的讲解为什么要让他穿这一件，配这一件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哎呦。我们决定把它这样搭配，那其实因为它不太适合穿这种有光泽度的东西，会让它油滋滋的感觉。那其实我们让它整个缓和一下，还有它脸带了满脸的杀气，其实是不太适合穿这么亮，会把它衬得太凶，杀得更厉害。我们觉得，我还没杀它，它已经烂，我先死掉。让它缓和一下，把色调弄缓和一点，就是让它可以。那裤子呢？裤子？哎，不会吧？白裤子？你只有这条裤？白裤子？裤子，白裤子还是黑裤子？穿得下吗？这个是白裤子。对啊，你觉得要黑裤子还是白裤子？哎，我觉得白裤子，我们整个让它华丽一点。哇，哎，让它白裤子，哎，找得到这么大件，所以老师他的鞋就无解了，是不是？他鞋就暂时还是去找个白布鞋。哎，你有布鞋吗？因为今年布鞋不，你就穿洪都拉斯那一双啊。啊，应急也把它挤进去嘛。对对对，好，那因为我们今天还是要帮他配一点配件，我们有准备了非常多的配件。当然，因为他原来我们有配那个胸针不太适合，所以我。你卖给他开玩笑，不要讲真的，在玩。这个胸针蛮世界级的，可爱，哎，很大只的，很可爱。因为我们。这样说是可爱了，有些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啦，可是有些事情很难改变，尤其是他这一颗头，它面积太大了，所以我们要用一颗另外一个东西来综合，会让人家觉得他的头其实还蛮小。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，你看这边有别针，对不对？对的。白云，你忍一下。OK， 忍一下，有点痛啊。你生病了，我忍得住啊。我们要别脸额头。别这样吧。当然，因为白云呢，因为它气质跟那个洪都拉斯不太一样。洪都拉斯可以拿20万的包包，我们决定，我觉得它比较适合这种环保包，因为颜色也蛮亮，其实配起来真的不错。其实贵跟便宜都其次，最主要是我们要爱这个地球。对，因为它也算是回收的嘛。没事嘛。是，真的是，好来来，好像阿北，好来阿北，好来来这个，进去 ，OK， 好，哇，各位注意了，擦亮你们的眼睛，经过改变之后的洪都拉斯真的不一样，哦，好不好？来，让我们欢迎最新型男洪。杜拉斯，真的帅多了耶！衣服太好看了吧？我给你个建议，把衬衫拿给阿姨啊！是是是，我觉得这个袋子哈，直接这样搬就可以，走到那边这样就可以了。对对嘛，为什么没有人这样？你什么东西呀？这样背得过去吗？简直是！听我说，因为我很少拿袋子，这样子拿呢，是刚刚里面有人教我这样子。谁？白云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笨蛋！我跟你讲，这种袋子就是这样，好好的拿。OK， 好，洪都拉斯，恭喜成功。来，欢迎改变过后，还有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厉害了，我靠，林夕阳。男的他身上这么多颜色是配在一起，但是不会突兀。对，这个很协调，因为这个有一些比例，我们用黄色啦，用这个橘色啊来去衬它，其实整个比例就会很协调。对，所以是你这边要呼吁一下哈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误会你的意思。你说要缤纷，我的天哪，有些人穿的跟那个什么一样，跟彩虹一样。对，有些人会穿的像花博会里面的一摊的花，这么多颜色，这么好看，颜色要配在一起，真的是有学问。可是我觉得好像也需要年轻了哦。对，当然的，年纪要轻一点。对，这个给圈文穿的话，我们。
就会问他，对啊，最近在舞台剧界演的是小丑，好不好？对不对 ？OK， 而且活力，对，活力，对，活力，而且你这个走到街上就是焦点，就是明星很远都看得到你，所以他的年纪撑得起来这些色彩。当然，因为他年轻，他肤色又好，整个型又很明显，是要穿多色彩最适合。对，很好，好，非常好，好，来，请坐，老师，谢谢，请坐，好看，好看，没有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接下来我跟你讲，真正，我跟你讲，白云变了，改头换面了，真的变了。我们欢迎白云。白云改造大成功，众人直呼超可爱。哎，真的好可爱哦。企鹅这只，有一个胸部的企鹅，还是第一次，哇，好可爱！而且有人家的帽子是鼻脸，国光帮忙，真正，我跟你讲，白云变了，改头换面了，真的变了。我们欢迎白云。企鹅这只，有一个胸部的企鹅，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哎呀，帽子好小啊，帽子真的好可爱，而且有人家的帽子是比脸还小的。你懂笑，这个好，真的太适合他了。其实南瓜有个意义，就是说随时提醒异性朋友，就是说他随时的角度都是非常可观的。没事。谢谢，酷很酷。先生小费，哎，不是，你平常怎么可能会穿这种对比颜色这么亮？你有时候作秀啊。哦，作秀我曾经穿过白色跟配这个这样。可是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好笑。就虽然说大家觉得这个很怪，但我特别喜欢这个，因为你这个体型好亮，对，一般人弄的撑不起来啊。你看你一戴以后有没有不会觉得它太大？对，但是它很抢眼。对，而且人家一看就知道哦，这是设计过的，不会觉得太大。对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去后面帮我拿一下我的购物袋，我忘记我的购物袋了。我出来是卖你买东西的，我忘记了，你还不去拿？叫我帮你拿，你就我们两个是一起的，好不好？鹏哥进来，鹏哥进来，你先进来，鹏哥进来，不好意思，你来喽。哎，很搭。这样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在街上哦，所有女孩子看到他不看你，我随便。对，一定是最强。而且你跟人家任何一个人搭讪，人家都愿意跟你讲话。我们拍一下白云的手特写好不好？伸直，好像猪蹄哟。没有啦，看不到啦，看不到对不对？然后我跟你讲，这样，哦，猪蹄，猪蹄。收起来，因为三个人都可以算是改造成功，都把他们那个，你为什么会穿白袜？因为没办法，我要穿长袜。好，刚刚就是我都没有戴黑袜子，你就不要把这当做 ending 嘛。不是你不动，我也不讲，我就一直在吃啊，你在这里了，好像看到宝一样，要学我一下，不要把它当 ending。好，今天那个三人改造成功，最后我们还是希望李翔来为我们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。善意的谎言可以藏多深？经过的路人能否发现呢？为何要躲着？既然是善良的，请接受我们这样的人。蝴蝶在远方振翅飞起了，世界的另一端还缺少得很，自以为
是不可以的。好，今天真的是三个人啊、哦，让我们看到他不一样的一面。那今天我们当然也看到邱文的真正的一面。哎呦，其实你穿起来真不哥，对，有魅力，真的有魅力，年轻嘞。然后去鸭店，不要去鸭店，去鸭店是比较现代啊，再早一点应该是安姑跟鸟田丁那种感觉。安姑，你看那个一看就是武打底子的，有没有？安姑就戴这种帽子，对对，就是这种帽子。好，那邱文，我们来一个那个螺丝姐。几年前还可以，现在不行了。原来，对，真的谢谢这个李老师，谢谢。而且还是老话一句嘛，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，对，打扮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就谢谢各位参加国光播报榜节目。